是大发现，和康泰旅行社带你一起去体验全新概念宠物护理托管中心，保证让狗狗像在天堂啊！这狗狗在接受是远红外线的照射，具有这个消炎啊，还有舒缓肌肉酸痛的作用哦。在山东的最后一站就是山东省的省会济南，这条呢就是老城区主要的街道芙蓉街。驴肉哎，你看到驴肉啊，它更像牛肉。哎，这也太大只了，这是什么？金蝉。牛肉腰子，黄了。哇，有证！又切西瓜吃啊？哎，那你的刀呢？啊！我就让你亲眼看几串牛肉在你眼前划过的感觉。星期二晚上8点，优频道都是大发现和康泰旅行社带你一起去。